你这衣服，那个网购买的，买大了。虽然知道撒谎不对，但总觉得如果说实话，我会死得更惨。老师，您需要我帮您做什么吗？不都发邮件了？那我先优先处理哪一封？最上面那封。我铅笔断了，立刻削3人支给我。这个人真的是阴晴不定，削铅笔买个卷笔刀不就行了，还非得给个快递个人肉过来。立刻回到工作岗位。给你半个小时，现在只剩29分钟，给你29分钟。秦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昨天打了21个电话，你都没接。对不起，我。去哪儿了？跟谁去的？那个，我室友最近工作比较顺利，我就跟他一起出去庆祝了一番。室友？啊，就是合租的室友。原来是这样。怎么庆祝的？他租了辆电动车，然后就带我出去兜风，结果半路兜风的时候刹车坏了，结果我们俩的脸就被风给吹歪了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骑电动车换人开心吗？会让人开心啊，兜风就挺开心的呀。睡醒了，来门口。好了，就像你昨晚那样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昨晚？昨晚你不是一直在家吗？闭嘴。开车。